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言上人纳履足迹。2017年的国际慈济仁医年会以2500年的誓约为主题，希望能结合千年前佛学悲悯、医学慈心和儒学仁爱的智慧，在世界各地传递大爱精神。慈济仁医会在上人的号召之下，以医人、医病、医心为宗旨，结合慈善置业，期盼能继续带动全球更多仁医仁术的大医王及白衣大士，真正以人为本，以病为师，使身体受苦痛、心灵遭恐惧的病患得到身心灵的治疗与抚慰，并在国际间带动一股崭新的医疗人文。现在敬请快来收看今天的节目。法喜充满呐、啊，有没有法喜充满？是啊，尽管时间很匆忙，可是我时刻都跟大家同在呀、啊。每年一度中秋夜宴，仁医菩萨大言尽智啊，人人的心轮心的这一轮的明月啊，我们呢都会每年一度那云起花莲来喽。这一回回来，仁医会投入的有20个国家的仁医会，每一位都在任何一个地方去守护生命，无私大爱付出。从我自己在带动，到今年是45周年，是从1972年开始，一个星期2次的仁爱街的义诊所。还要带出去呢，去义诊，这样已经呢45年啦。没看到菲律宾仁医会成立到现在已经22年，这累积起来也40多万的人数，经过了仁医会啊，这样。就把有国际的仁医开始，应该要说从菲律宾开始，由李副院长、柯医师、史医师、卢医师，他们呐、啊、都是那一起的。那个时候都是8月回花莲来跟师父过中秋，所以呢，仁医会的。引起聚会的源头是从这样来的啦。慈济医疗置业自1972年8月花莲市仁爱街的义诊所开始，已经走过45个年头。在1998年成立国际慈济仁医会后，至今已累计上万名成员，形成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全球医疗服务网，在各地医治病苦。2017年的国际慈济仁医年会，为期4天，在花莲慈济静思堂举行，多国仁医会的成员齐聚一堂，分享行医经验与爱的足迹。上人感恩仁医菩萨们以爱付出，
让美善的医病情启动人间爱的循环。看到有人上台在分享，看到了有节目呢在表现，都是用心在看啊，知道人人都是打从心灵的感动，应该人人的分享也是衷心啊，从内心里的感受分享出来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感受？更多更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有做过，可见我们的仁医菩萨、大医王们，还有护理白衣大师，还有医检药师，这样的团队呢，缺一不可，都投入。不管是上山，你们在任何一个国家，我都很感动。已经呢，到了那么偏僻，坡度那么高，那么难走的路，大家都不畏惧辛苦，步步紧紧，为的是在那样的偏僻地方有苦难人。任何一位菩萨们、大医王们不舍不忍心，只要知道就克服困难。你们都走到了任何一个国家，我都看到了，每一次我都是打从内心的感恩与祝福，无法在这里一一呢提出多少个国家的慈济仁医菩萨群体的这样所付出的，无法一一这个时刻来表达。可是呢，我会永远的记住了。我衷心的表明，我的生涯是服务人群。面对现今的五浊恶世，我们祈愿追随典范，莫忘誓约，再造人间净土。上人欣喜天下菩萨云集，不分种族、国界及语言，仁医成员们齐聚花莲，以精进之行，共聚一念心，为拔除人间疾苦。上人感恩慈济人海内外一家亲，台湾在地各个功能组队发挥良能，和和互协才能共同圆满仁医年会。上人好，上人好。然后这边就是人文接待。上人好。变得像你干净，我的大家的，就是家的人。一群啊，那一王一菩萨们很欢喜的，都一直呢来跟我说啊，一切都很和谐，大家都是啊、哦、等等等等的，有分享不完的欢喜，也是华喜。还有这一次护者，我们这一回的活动，前盘活动呢，主要负责的是台中的慈济人。过来。他们呢，这一回，不管是从大家回来这几天所住的疗房啊，他们呢，
几天来都很用心，投入了清扫，非常的细腻干净的清洁，他们的清扫清理厕所打扫茶水间啊，有的人呢也是负起了相机组，要照顾人人呢就吃得很合口味，可知道他们呢是很用心，还要让大家水果茶水都不缺，他们都细腻的分组。我一进来啦，听到大家哦都要展示他们的功夫，啊，就是人人呐，啊，都来跟我说，哇，我是负责什么组什么组，我听了呢，好像这种时空啊都没有间断的。一直一直来听听听，好多了啦。好，我就会跟他们说，哇，大家衣食住行，好在有大家同胞起来，我要感恩，感恩这一群菩萨。而且呢，我们的队伍也都是啊，所以呢，学员20个国家进人呢是400多位的学员，同时呢是500多位的服务。我就说，哦，服务人比被服务的人更多哈，品质之高啊，大家满意吗？我说怎么这么多人呐，啊？他说我们是限制了呢，要不然会更多哈，总是呢。可见台湾呐，啊，这一股热情，这一股真诚，这一股爱，人人都是这样出钱出力的来付出。本来啊，匆匆忙忙我要赶快上来，可是被拦住啦。他们呢，队伍总是有人抢啊，都会把我围到了他们的招待的地方去看看呢，招待的细腻度啦，我不得不随着他们的引导去看。大家应该很享福咯，喝的水啊，经过了他们多精心的泡制啊。金色的香茅，香茅柠檬水。今天有。小番茄是装饰而已，不能没有要吃，也不会伤味道。对，小香茅。哎，我这个喝蛮好喝的。对，香茅就是甜蜜的味道。对，加一点。手工做的雄鸡式的小菩萨来。小菩萨，菩萨，来。啊，你们今天吃。感恩，你要不要分给哥哥？要，要吗？那你继续给哥哥。感恩上人，是方是方上人。感恩吗？感恩，谢谢。难怪有咖啡香。我喜欢你会在花上，大喜酒精单上，咖啡很好。现在很新鲜，我看看嘛，去麦当劳安呢，比较安全，对，安全。啊，这个小心，小心点，对，真的很安全。这个意大利，在全球人一截，反正上人。这一回出的、戏的、接待的，通通都是由台中来挑，真的做得很棒，而且20年来是这一次人数最多的，在腰里面很用心啊。这都是吃的啦，很简单。刚来的时候可以有地方坐。他们吃的既细腻啦，好又是很用心。真的是很赞叹我们这一回呢，这一群菩萨，期待各位菩萨，天下呢同是一条心，
前线做事，后方支持，我们永远永远呢都是这样的互相互助来帮助。慈济仁义会的成员来自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上人感恩仁义菩萨付出无所求，投入义诊及医疗援助工作，帮助世间贫苦人，并发挥守护生命的良能，在世界各地闻声救苦。上人期盼医疗团队秉持人本的精神，不仅能够上山下海帮助偏远地区的民众，更要开枝散叶，将善的种子散布在每个国家，发挥良能。这不就是常常提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菩萨做到了呀，而且付出无所求，还是呢事事感恩啊。是啊，不管是照顾他的团队，衣食护理要好几个科汇合起来，把这样的病例呢，罕见病例用心照顾好，还是感恩，因为呢在病人的身上又是呢又是成长了一层的课程，都是呢付出无所求，还是感恩。这不就是开阔了生命的宽度吗？不就是呢那把生命的深度更深，更能体会了以病为师，视病如亲如己那样的拉近亲切感。喜见天下菩萨云集一起，也很感恩我们这一回呢由台中检验长啊团队来负责课程，所以他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啊，就是2500年的事业，好，世缘呐，哎，都说，是啊，2500年的过去的佛陀的生理观呐、啊，宇宙观呐、啊，还有呢，真正的来发挥到了如何呢，引导众生走入菩萨道。这样事业过去的与佛陀有约而来，还要呢事业在未来的2500年，所以这样的主题啦，我们的医疗六院的院长们真正的实际的医疗人文呐、啊，就是如钟鼓和鸣一样的那样的声音敲响啊，多么美啊！而且呢，姿态，那姿态呢，很有道地的道理之美，很感动哦。仁医会，我们的仁医菩萨呢，啊，医与护。药师破情的菩萨群呐、啊，这汇合起来呢，10000多人呐、啊，普及在全球。我真的很感恩仁医呢，大家和和互协，我们可以呢互相的勉励，互相的为现在与未来。有苦难人呢，在你我他他你我，我们大家一起为未来苦难人而
和和复写而付出。我们的网络，现在的网络很简单，我们来利用了资讯跟实际的联系起来的资讯，天天呢都可以听到看到了佛法，不限制在任何一个宗教，法只是用在人与人之间的方法而已啦，没有什么特殊。但是呢，方法很重要，所以呢，也要多听闻哦，到底呢，用什么方法来人与人之情连串起来，这种爱的能量为人间付出，可以吗？我说的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好，那期待天天我们的心啊，和和互协，要和心和气互爱协力，把力量连串起来啊！时间虽然呐、不断的流血，可是呢，我们要在长时空呐、没有间断的汇合，这都是现在人都可以做得到。虔诚为大家祝福，时常回来，有时间呐、就把握时间回来互动那千万的祝福，在此刻永恒的，我们要连心在一起，感恩与祝福。国际慈济仁医会以照顾病患健康为根本，融入佛陀看顾众生的慈悲精神，并融合儒家的仁爱，共同承接2500多年前的智慧典范。每年中秋节，仁医会在台湾花莲相聚，珍惜每年一会，分享各地仁医之爱，如何深入暗角抚慰苦难的经验，同时在月圆人圆时与上人共庆团圆，话长情，分享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的慈悲印记。感谢您的收看，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